哟，你醒了？怎么是你啊？怎么？你比较期待老一？我看你坐都坐不稳了。哎，这样吧，我楼上有房间，我带你去房间休息。我们俩没发生什么吧？当然，你看我们这个样子，像什么都没发生的吗？醒醒！初飞，初飞，醒醒！你昨天晚上被人下了药，我那是在帮你，我牺牲自己在救你，要不然就你这样，我还下不去手呢。哎，王八蛋，你说什么呢你？这是我第一次。不用刻意强调第一次，我昨天晚上感受到。